好嘅瞓，咁我咪安全咯。都唔使喺分房瞓。自从嗰次之后，我就一直都冇见过佢。过咗几日，我个头仲未好翻。顶住靓仔出嚟！估唔到又可以再见翻佢。原来佢被黑衣鬼拐咗嚟呢度。你真系要斩佢手脚啊？呢条靓仔啱啱拐翻嚟，青靓白净，如果冇手冇脚，杀大班人同情啊！细路，你唔好彩啊！就斩你一对手，教你用脚趾揸筷子。出边落好大雨啊，贵哥！我唔系阻住大家做嘢。近生，近生，佢想斩木兽只手，我见过一次啦。唔系咁残忍系嘛？搵食啫。我唔赞成用啲咁野蛮嘅手段。我嘅家事你最好少嚟。我买咗个细路嘅，5000蚊。呢个我都系喺呢度买嘅啦。
佢而家嘅名叫做高傲。做咩啊，靓仔？如果佢打你唔够啊？唔好得罪佢啊！佢而家好狼。狼你老母！那个近先生带走了高俊，那晚之后他好像在地球上消失了一样。阿爸将握回来的那只玉戒指给了我，我就当颈链挂住他。而我亦逐渐长大，我老豆在江湖上亦都闯出了名堂，多了很多间麻雀馆，开始有很多人叫他做大千哥。至于我，大家都好中意叫我做第七姐。老豆叫我系啊，今晚对住中环歇休啊，对住落闸啊。呢度大把啦，傻仔。志摩，两份磅水。你肯使我啲钱啊？我多多都俾啦。喂，你咁样慢慢落嚟，抌平几两瓶嘢俾我，算系俾钱我使啊，连偷我。有咩问题？如果你俾钱我使咧，就可以。偷我咧，就整下容先啦你。头家凳脚。大佬，连细七好串喎，好串咪同我哥就人凶下佢啦。救命啊！咁大声做咩？咁你话拖埋嚟凶我哋，我惊啫嘛。有咩玩嘢啊？敢唔敢？我哋最多得30个，哇！你三位一个打10个，仲要打平手嘅啫。如果你忽然间发起神勇，一个打11个，咁我 PK 噶啦。咩叫 PK 啊？扑街啊，大佬！你又扑街，仲唔走 ？PK 趁早啊！喂喂，入面绿色嗰个企嘢咩嚟噶？我哋越南啫，我啲 friend 介绍你话好丑得噶，仲好插得添。抽唔抽得我真系未知，不过真系好拆得啊！叔食咗10碗叉烧饭啊！系咁啦，月兰，唔好食啦吓。你当我兵啊？阮文少时期，南越特种部队19年常委。乜哥啊？你叫我龙五。你好耐冇食饭啊？4日。4日？咁样坐埋食一餐杰嘅 high 啲嘅咩？喺沼泽度有人食人肉。我冇食。喂，唔好眨眼，讲真嘢喎。你俾饱饭嘅时候，我帮你杀人。切！佢一日食我一碗饭，都成日帮我杀人啦。你一日食我10碗饭。我帮你杀10个人。唔使啦，你帮我抹干净啲地方，埋啲麻雀，食住我嘅，一个月俾翻5嚿水嚟。唔好岌头岌得咁快啊！试用期3个月，啱嘅捉晒3个月粮，唔啱嘅就无数兼求伙食。阿秀，帮你整下工作证。做咩啊？有班人冲紧过嚟。喺出边啊！你想出去 PK 啊？我还翻10碗叉烧饭。你做咩啊？你在那边？11个，你揸埋一碗叉烧饭。叉烧饭唔得，我企唔请你食翅。碗仔翅，你食10碗你就冇大食啲啊？
哎，唔好食啊！你放低，我带你去全港至劲嘅铁斗。阿嫂。老豆，咩景啊？仲叫人？魏叔、文叔、气叔，我乞衣女啊，近生，几靓女啊！680算不算脫蛇？嗯，可以了，可以了，我跟50萬，我大多你50萬。既然忍住被人騙了，不如我幫你玩。後生仔講嘢小心啲，邊個呃人啊？我契爺醉成咁，你都要同佢賭，輸硬俾你啦。唔好亂講嘢，呢度個個都係細叔伯，邊個會呃我啫？係咯，輸唔起咪翻去唞下咯。我輸唔起，我贏唔硬你啊！不過我而家真係有啲醉，等我契仔同我睇牌。就係呢一條長毛仔。佢唔好露皮，唔賭得錢嘅。那個高進，是的，坐下坐下，幫我玩幫我玩，我們過來，我們在這邊，不好意思啊，賭誰啊？你契爺剛剛說帶50萬，我跟，我都跟。哎呀，死了，我唔记得边个底牌添，可唔可以是但开只？好，唔该。即撇话事，200萬。请问蛇大定三条大？三条食蛇，蛇食兔撇。好好。加200萬，咁啊，大300萬。我唔去。讓你一鋪先細陣，嘿，是你好彩，我真係蛇嚟噶。八，又話蛇嘅？對唔住啊，我睇錯咗，原來係八。我第一次玩嘅啫，都當我贏噶嗬。唔緊要啦，玩多鋪啦。嗰條靚仔啊，死好命。你哋唔係好熟嘅咩？你話明係水魚啊，點會熟啊？佢想用唇語傾偈。幾好牌喎嚇？我話50000啦。我跟。嗰邊嘈啊！飲多啖先啦，飲啲啊！你好飲得噶嘛？靚仔，做咩成晚唔睬人噶啫？傾一撇，又要我問牌啦？好，30萬。跟30大87，你跟就200。我唔去。吸手煙，我唔信你咁好牌。87萬，係牌。我都有煙啊！你吸手煙咁犀利，我嘥你啦。
好啊，咁啊，散啦。我烟倾 two， 你吸手烟都会输俾我。唔好意思啊，唔系吸手烟嚟噶，系三角二啫。老板，老大。你二一撇，翻嚟我倾一撇200万。唔好意思啊，我谂住啲钱赢翻嚟，冇乜所谓咋。你，哎呀，你冇事啊？吓？点啊，继业？有冇带药啊？就系冇啊。咁走咯，还佢哋都输晒咯。计数唔该。呢度系1000万嘅银行本票。多谢。大班兄弟怼冧嗰三条友，同我攞翻张票翻嚟。系。老五，跟埋帮手。你知唔会答边个噶啦？我知。你点知啊？你望到流晒鼻血。间屋入边，我已经发觉你同佢哋完全唔同级数，得你一个人跟到我。有人叫我唔好伤害你，阿头就拉我哋只，我唔会俾张出嚟。廿秒之内，我打唔低你即刻走。喺呢度。唔该，姐姐。Thank you.
打零仔，打落去我就输俾你。我叫龙五，我叫高俊，自己入去。30秒，够啦。而家你双手系处于最柔软同埋最敏感嘅状态，每一分肌肉都有足够嘅敏感度。阿兄，你试下用呢条头发控制啲色仔，我睇下。3、4、5、12点，我话2、3、3、8点。阿兄，你进步得好快。系啊，我都觉得自己控制得好好啊。咁你哋下次可以带埋我出去啦。唔得。点解？你由9岁开始。晚晚雙手就浸喺啲牛奶嗰度，浸到而家20歲，你雙手我愛嚟亂咁用嘅咩？非到必要時，我係唔會俾人知道我有你呢件秘密武器嘅。啊，賭錢有時去到賭身家嗰陣咧，牌局就會暫停。一般嚟講，可官就會用兩個銀盤吸住兩副牌。阿兄，控制色仔唔係最高嘅境界。偷牌先至系，你已经练咗5年啦，嗯，嚟睇下你啲功夫。做错，你开中睇下，底牌呢？好嘢，攞走底牌有咩用？攞走系上集，放翻入去就系下集。点放翻入去？唔讲得，我教咗你哋3个10几年，每人一道绝招，都系你哋自己先知巧妙。嗱，我教敖、洛汉、洛记号，我教你捉心理，吓教阿兄偷牌，每人一招，好功夫。阿俊，嗯，其实你哋3个当中咧，我最睇好系你嘅。更加因為我同你爸爸係生死之交，我因為黎慈所救佢唔到，我覺得好內疚。阿俊啊，你一定要記住啊！你神龍爸爸，你冇見過佢嘅，佢個樣好奇怪，永遠好似喺度向度笑緊，笑到你個身都寒埋。你一定要記住啊！但系由揾到你嗰日开始，我就已经决定咗，我一定要呢个细路出人头地。契爷，你教咗我好多嘢，我已经好感激噶啦。而家有一个机会可以令到你出人头地嘅。你话过做我哋呢种赌徒，越低调越好噶。真正攞正牌、赢大钱嘅就系赌场。好似我哋呢啲咁赌徒，永远都系赌场嘅敌人嚟。而家有一个机会，令到你可以成为赌场嘅主人，变成赌神。其实东南亚嘅赌场一向都比欧美同埋澳洲嘅赌场睇美，佢哋觉得我哋唔够专业，而且又俾黑社会控制，所以最近东南亚嘅赌场咧，高层就开咗一次大会，决定搞一个赌神大赛。选一个赌术最高嘅人嚟到出任东南亚赌场嘅总裁，负责监管同埋杜绝所有嘅赌钱活动。我觉得你同阿敖应该去参加。契爷，我都冇面得。其实你已经青出于蓝啦，
我覺得你夠資格。契爺，夠資格嗰係你啊！我老啦，即係後生嗰陣啊，我同所有嘅賭場好多牙齒痕嘅。不過咁，我會做你嘅軍師嘅。契爺，咁敖哥點啊？佢只係你嘅副居啫。我叫佢去參加咧，就只係想決賽嗰陣喺張台嗰度多過自己人咁解嘅。阿俊，我就得一個女阿兄，你哋兩個之間嘅感情我係好清楚，你唔使掩飾啦。你哋兩個之間嘅眼神呃唔到我。敖哥佢知唔知啊？唉，佢只係當阿兄係妹啫。我覺得呢一兩年嚟，佢當我好似仇人咁。嗱，佢點諗我唔理。喺我心目中嘅女婿只係得你呢一個。你成咗賭神之後，我就將阿兄嫁俾你。七爺，九叔嚟咗。哎呀，九哥，哎，真係唔好意思，又要兩海風落嚟。哎，我哋入房傾啊。有信用，我话过嚟揾你噶嘛，出咗边坐。抹咗个样，抹咗啲油啊，抹咗啲油啊，啲牙水喺边度？我点可以俾佢睇到我而家咁嘅样噶？吓？嗰条有乜咁特别啊，七姑娘？你守唔守得秘密先？宁死不报。我怀疑佢就系我中意咗十几年嗰个人啊！你中意咗个十几年？我認得佢個契爺啊！你聽日澳門啊？我好少朋友，呢件事都唔知同邊個分享好，所以我諗起你。你唔驚我出賣你咩？我諗我分得出邊個會出賣我，邊個唔會。多謝。嗨，有咩咁好傾啊？我知道你叫高振，高振是一个好名嚟嘅，系一个啊惊天地又泣鬼神，啱细路又啱大人嘅好名，系咪？自己喺度讲紧啲咩啊？其实我哋之前见过噶啦，你记唔记得啊？记得。你嗰晚赢好多钱。唔知嗰晚啊，喺十七年前嘅公園度，我哋兩個見過。你救咗我，所以你額頭留得咗笪瘌。你頸上面掛住嘅係死者嘅戒指，仲有喺騎爺帶我走嗰晚，你匿埋個仔度想救我，但人哋好痛，所以睇住我俾騎爺帶走。你咩都記得曬啊！塊面好興啊！你點知噶？你呢段初戀故事係街坊都起碼聽你講過十嘢啦，點會唔知啫？死開啦！高生，頭先我喺街口問路嘅時候，個郵差話我知嘅。嚇？崩牙嗰個牛屎輝都知啊？好快啦！你打四個電話俾牙聯，冇五次俾白眼琴，全香港都知噶啦。笑咩？我喺呢个时候唔笑都唔知有咩好嘈啦，嗬？咁我谂住笑可以遮走嘛，系咪？我觉得我好肉酸啊！点会咧？一个冇心地女仔唔肉酸？得你咁样安慰我。我而家都冇咁难过啦。
呢个戒指咧系你工人嘅。师姐都唔喺度。你戴起佢啊！我觉得佢会系你嘅吉祥物嚟噶。几好睇啊！我要走啦，拜拜。哎呀，我去澳门睇你比赛啊！到时见啦。我仲有啲嘢想同你讲啊！即系我中意你嗰只咧，系我细路女嗰阵有啲幻想嚟嘅，每个靓妹都有嘅。我明嘅。你明白就好啦，我哋当我男仔咁得噶啦。得噶。你有冇女朋友啊？叫近兴。近兴啊，个名几可爱啊！我谂佢个人都好可爱嘅，有机会介绍我识啊。一定，我谂你两个做到朋友嘅。做到。走啦。拜拜。不过唔系波大大四围校嗰啲咩？波大好叻啊！我祝福你24岁个波跌到落膝头哥，跌咗落嚟踢个龙兜啊！哎呀，跌咗落嚟踢，哎呀兜！听讲今次世界赌神选拔赛咧好劲，黑白两队全部急杀晒，而最劲嗰个咧就系印尼仔苏图，佢啲赌神啊出神入化。去賭錢，慘過俾人打劫啊！揾個印尼仔張相俾我。打嚟嘅燒人頭，打嚟嘅燒人手，打嚟嘅燒人腳，啊嚟嘅頭，等佢輸曬啲劍油，啊嚟只手，打嚟揸只煙皮輸到腰，打啊嚟只腳，都要腳冇鞋著。今次江湖上邊稍有名氣嘅人，全部過曬澳門啦。啲外圍咧炒到飛沙走石，誒高進半冷門喎，1-20，嗰個蘇圖1-1。有我過去幫高進打氣，佢實贏嘅。我哋今晚好好咁休息，聽日就去睇佢比賽。我老友何鴻生啊，揾到3張第一排嘅位，仲準備埋咧私家車同埋司機接我哋。咁我哋住邊啊？豪京啦。阿七叔，你係咪玩嘢啊？豪京，何鸿生系我生死之交，我肯定呢间系佢揾到嘅最好嘅选择。何鸿生嘅朋友要住喺呢间咁嘅嘅嘢？我生死之交何鸿生系红色嘅红，生死个生佢卖咸鱼嘅。你 P K 啊你？阿叔你贵庚啊？我今年79啦。咁仲好健康喎，阿爸。人哋叫我萝卜噶。你好啊，羅伯。後面冇彎佢。你嗰個生死之交啊，何鴻生就係扳到呢3個第一紅位置啦。我肯定我嘅生死之交何鴻生。就係扳到呢。位置咯，苏图嚟啦！睇呢班人似咩啊？我系佢哋阿妈，真系惨。边个咪好似高准？高准，高准，高准，唔该。唔该，唔该。今日世界赌神大赛初赛由24位参赛者分开6组作赛，每组2名优胜者出线进入准决赛。各位，世界赌神大赛正式开始。苏颖，初赛嘅时候，每张台只系2个人出线，阿俊你赢俊，阿兴同阿敖，你哋2个就低调少少，第2名出线就讲。苏兴 ，pass 唔去。你做咩咁快唔去啊？我跟。
我得罪燕日，出嚟见我。我依一啤，你想偷我计？你啲牌打得唔错，你想我点啫，靓仔？你话事。我睇晒你台面，睇穿只牌都系嗰只啦。呢度咁多闭路电视，仲想喺度出到术咩？我又谂，应该买架法拉利好啊，定买个 Porsche 好？跟嚟 ，Cyber 600万港纸回款本票。年纪大系要谂耐啲噶啦。好，我跟。我系烟。King Topair， 睇閃咪出個煙，你最多係煙三套。更年期點都會燥啲，我係三條神。喂，仲爭我600万啦 ，Andy。只要聽日場比賽，我贏到印尼嘅蘇圖，我哋即刻去意大利結婚。啲人話外圍盤口你仲熱過佢，佢咧就一倍二，你就三倍一。自己人捧自己人啫，我都冇曬噶啦。我哋去威尼斯結婚，然之後揾個 Lentino 幫你設計婚紗。我中意 Gucci 多啲。但要生翻個仔女。唔生。第一個男仔。个名叫做开心啲，叫高兴。我得，好 cheap 啊 ！cheap 咩？唔 cheap。唔准啊！唔准做。恭喜晒我！做咩偷听我讲嘢？我俾你早嚟呢度噶，佢饮醉啦。咁啊？我冇办法唔醉。自从你跟咗 uncle 之后，我入边又有好日子过过。我日日就喺度苦练，你日日就喺度陪阿兄喺度玩。你好命，你生出嚟天分比我高，但系点解唔俾一次机会我同你公平竞争？点解次次要做你后备？点解唔俾个机会我同你争第一？点解我次次都系第二？你唔好咁啦！我哋好似兄弟咁，除咗阿兄，一切嘅嘢。我哋可以分享。我唔需要你家人介意，我唔要你嘅施舍。高俊，终于有一日，全世界人都会知道我高我先系赌城，我唔会输俾你，我一定会赢你嘅。衰物，成日挂住饮酒。阿兄，出出去先。好。咩嚟噶？系枪，每支可以发射一粒子弹。听日系唔准带枪入现场，但我又惊啲人嚟帮佢玩嘢，所以同啲人一致。正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唔需要用到啩？待住咯，我已经订咗去意大利嘅机票，一赢咗我哋就去意大利庆祝。或者啲飛機人攞咧，我都好難有啲新張貴賓。唔係啊，仲要係佢嗰三周連環隊，哇！救低佢哋，我哋先攞到啲飛啊嘛。你話喎，如果佢醒翻嚟尋仇咁點算啊？我冇諗過。我食飽飯都係開頭，起碼四五鐘頭先食。高進好嘢，高進好嘢，日日買高進，贏到你唔信。边个嚟噶？朋友，就系嗰个咩细七啊？阿
俊，你专心对付苏桃，但你放进去，我要你尽量高姿态。我教你嗰啲赌撇心理学里边都有呢一招啦。未赢其才，先赢其势。冇错，第二招就系狮子搏兔，君临天下，大到佢惊。契爷，赌撇十大口诀最后一句敌强即屈，借花敬佛，点解？敌强即屈，意思系即系话人哋势好，咁咪自己扮衰仔咯。令到对方以为你输等，咁佢喺心理上边就会放松啲。咁借花敬佛，借花敬佛啊！就是遇到同行高手老千才会出的最后绝招，迟啲先教你。呢铺我唔去，你两个玩。一百万，一百万我跟，我再打你五百万。女七套平，有咁多女啊？好，我跟。只八跌歪咗，三百万。跟你三百，打埋你头面。我跟三条七 ，very good。你我见过我赌先做开个女人，可惜啊，三条八。俊都唔系好衬啫，嗬？唔系啊，几衬。妖，你讲嘢都冇味道嘅。咩啊？对唔住咯，阿叔。唔睇底，五百万。揿住拎一千万，江局送我去。一千打三千万，跟你三千万，点啊？三千万喎、啊。三千万都跟，发围兼皮啤，神仙多奇名，五千万，咁多押韵嘢，信心，我跟。同花顺面，嗱，同花顺，你穿马咁远，边块系同花顺啊？边个揸咁嘅牌，大定嚟发啦？当你废嘅，罚钱啊！晒冷鬼，咁有人惊你嘅咩？我跟，而家得翻我同你啫，打埋你台面嗰啲，
咁有信心，呢一招系狮子搏兔，君临天下。点啊？好啊。另外，呢个瑞士银行嘅本票，$10,000，晒饼，我晒你啦，睇晒。check 本票，请问仲有问再大？高傲先生，今朝你等咗张本票喺我度，$2,500,000。我跟。真傻靓鬼，唔同你癫。去啊！阿苏桃，苏桃啊，书正执务，翻到屋企俾老婆熬。嘿，封牌。公公，我唔想同你讲嘢。我有啲紧要事同你讲，七爷，澳哥副牌唔够我大，点解仲要跟落去？佢系同花顺啊，冇可能。七爷，佢嘅注码肯定唔系同花顺。你信我啦，一阵间佢就会带埋嗰$1,500,000嘅，你唔好去。点解我唔去啊？虚名啊，冇意思嘅。边个系赌神，自己知咪得啦。你唔记得我曾经同你讲过，赌术高手就一定要低调嘅，赢钱先至系我哋嘅目的咯。七爷，你收外围，根本我一直就系最大嘅外围庄家。我收了成$3,000,000，是不是你赢的注码？如果你赢，我就要输成$10,000,000。你有冇谂过我的感受？咁你咪俾公务做几个月赌神啦，几个月之后我督爆佢，咁你咪可以做翻赌神啦。对不住，准，我都几十岁人啦，你咁都想我过唔到世？契爷，我应承你，将来帮你搵多啲钱补翻数。但今晚我一定要堂堂正正咁赢到赌神呢个名誉。而家都系后生仔世界，阿俊，我都好明白你嘅品性，就照你嘅意思做，我成全你。契爷，我都想阿兄有一个好归宿噶嘛。多谢。唔紧要，唔紧要。是你爸爸那个人啊，我见过他的，他好像成日都对着你笑，笑到你的身都寒，一定要去找这个人。由于发生枪击事件，大会决定由高俊先生未婚妻近卿小姐代表开呢只牌。俊，你没事吗？高俊先生是19套牌。你不死得噶。高傲先生的牌是同花顺。死我啦！高傲先生胜出，高傲先生是我们的赌神。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Amen. Our Father in heaven, holy be your name, your kingdom come, your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保佑高進行得喜德，保佑高進出入平安。 高進大步攬過，高進出入安，高進平安過，高進達南過。你哋係咪個親人啊？係啊，我當真自己係㗎。傷者可以話係慢中無一嘅幸運兒，子彈由右邊頭骨進入，左邊穿出，並冇留喺腦裏邊，而大部分嘅主要神經線咧都冇射斷，但係短時間內咧，佢可能會癱瘓、退化、講嘢含糊不清、表達唔到自己。 憤怒甚至會有自毀嘅傾向，需要親人多啲照顧。你乜瞓未啊？哇！呢條高傲啊，真係完全接得高正嘅嘢喎，連條女都殺埋，我執高衫未有機。 你千祈唔好俾高俊睇到呢份报纸。搵先咪啫。七姑娘，系点啊？呢度啊，你几日冇瞓啊？翻去唞下。得噶啦，我冇事噶。我想嗰一擘大眼见到嗰个就系我。咁咪易啦。 得啦！喂，唔好整死我！玩啊！咗喎！玩边个得？嗱嗱，喂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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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
我请你揸一步就可以做赌神，但系偏偏咁样都会好难受。如果我系你，我都宁愿掹咗条后佢。但系你当我求你啊，你为咗边个都好，你留翻条命。医生话你可以医翻好噶，你好翻之后可以攞翻一切属于你嘅嘢噶，知唔知啊？锦兴，锦兴，你系咪想见锦兴？我想问先叫佢嚟啦。快啲，快啲！方下我份马报啊，我搵咗几耐啊？唔系结婚噶，你不如喊出嚟啊！唔喊嘅你都哽佢啦，咁样我会好惊噶。病人好大可能会完全失去味觉，你哋试下佢仲有边种味觉未消失啦？咁佢咪要食好多嘢咯？啲煲姜草啊，好好味噶。点啊？好味咧，饮多两啖啊！医生啊，如果唔小心激到佢，咁会点噶？睇下刺激程度点啦，有可能会黐线噶。亦都可能會智力衰退，變翻個細佬哥一樣噶。高俊，你已經好多日冇食嘢噶啦，當俾少少面，最多我逐啖逐啖咁餵你啊。煲咗好耐噶啦，你食啲啦。
都試過曬啦，唉，抹朱古力啊，佢唔食益我哋都好啊。朱古力咋？佢幾日冇食嘢？兩三日啦。高俊，你一定要食嘢，你要留翻條命報仇，留翻條命報仇，擘大口。唔好喐啊！你唔好逼佢食啦，佢唔食就，咁你食少少啦。你唔食點報仇啊？食啊！佢肯食啦，佢食到有味道啊！快啲攞多啲俾佢食啊！如果仲食朱古力嘅，食多啲。原来佢要食啲苦苦地嘅朱古力先有味道噶。咁啊，七姑娘啊。咩啊？出面吹緊風啊，話高俊未死啊。咁佢係未死啊？生勾勾。出面知，高傲知，佢會斬草除根。咁病人翻屋企休養係可以嘅，但係你記住，佢腦部曾經受創，千祈唔好俾佢受到太大嘅刺激喎。哦，我知噶啦，唔好俾佢咁激噶嘛，我會噶啦。但係佢啲醫藥費30多萬要找咗先喎。我卒之搞定咗嗰30萬，然后带咗高俊翻屋企。呢段日子我好开心，因为我可以日日帮佢冲凉。我怕你闷啊，所以咧我租咗啲带俾你睇。其实啊，我自己中意睇唐画噶，不过睇你个样子，我知道你中意睇西画。呢套戏啊，我睇过好多好多次噶啦。咧呢个咧阿龙迪龙啊，好有型噶。人哋話嗰啲上海灘啊，都係學佢噶。型噶，你好耐冇講過嘢啦。翻咗嚟成2個多月，我媽曾經講過咧，話如果有唔開心嘅嘢咧，唔好喺個心裏邊，要講出嚟噶。講出嚟會舒服啲噶。我而家先講啊。如果1個月前比着我是你啊，我都想死啊！又唔喐得，又唔讲得嘢，仲衰过坐监。如果咁样一世啊，我宁愿有人掹咗我条氧气喉。不过你福大命大啊，你好快就好似以前咁噶啦。喂，个天咁睇你，你冇人唔锡住你自己噶，系咪？哇！你个头立咗，会唔会好似阿龙迪咁型仔啊？好臭！咩臭啊？啲头立好臭。你头先同我讲嘢啊？你肯讲嘢啦？我自閉咗2個月，我諗通咗，我呢一鋪輸咗，輸到一敗塗地。但人生唔知道一鋪，正所謂人生如賭博，有賭就未為輸。多謝你，冇咗你我過唔到呢關。你一定可以攞翻曬本來屬於你嘅嘢嘅。不如你下次去賭錢嗰陣，立個阿龍迪龍個頭嚟睇下。好啦，啲头发好臭噶，出咗汗仲臭过咸鱼。我真系好想睇下你立咗个头个样啊！好，我应承你，我一定为你立得前头。不如而家？梗系冇啦。就而家啦！喂。好耐冇讲过嘢啦，翻咗嚟成2個多月。我曾經講過咧，如果有唔開心嘅嘢咧，我會喺個心裏邊。唔係喎，你真係諗住問我借錢啊？梗係啦，唔係點幫高俊東山再起啊？我唔係驚佢唔肯，我驚佢冇啊。點解？佢咧爭落無求一大堆數啊，未還啊！上次打完佢之後，而家好大鑊啊！得噶啦，諗清楚啊！廢咗你，你做咩？你快啲走啊！係咪玩嘢無求？玩嘢？你老豆爭我錢啊！你又打咗我鑊，搞到我入咗廠啊！
我有兩鑊同你一鑊計數啊！錢係嘛？收！而家撳車俾你走。走！你當我傻㗎？你邊度揾錢還俾我？我哋冇啫，我哋小姐咪老公有啊嘛。溝條水魚啊！心窩大龍等啊！我係七姑娘，而家條仔就係大名鼎鼎嘅賭神。到呢個田地，我唔可以唔爆㗎啦！你講嘢啊？你溝咗賭神？賭神去咗度蜜月啦！就係度緊蜜月都撩翻嚟溝我七姑娘，我先爆。我俾兩個鐘頭時間你，你帶賭神嚟見我。如果唔係，你同佢兩父女收先。啊，唔好報警啊！知唔知啊？走！大鑊啊！大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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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呢個環境幾好啊，養病至啱。我見過你主診醫生，佢話你算好彩噶啦，十萬次都冇一次咁嘅機會。阿兄，你想計下數啊？阿俊，你好嘛？你冇事就好咯。阿兄喺拉斯維加斯翻嚟之後瘦咗，佢一時唔慣嗰邊啲嘢嘅。阿兄有咗，我呢生人最大嘅幸福就系得到阿兄嘅爱，我会全心全意去爱佢，同埋令到我哋将我哋嘅 B B 得到幸福。你哋走，你唔舒服啊？扯啦！阿兄，你咪有几句说话想同阿俊讲？做咩？阿俊啊，我哋大个 B B 咧。无论是男定是女，都想叫佢做高兴，同埋想你做佢契爷。如果你做到佢契爷，佢第时实可以横行无忌。你讲大话！冇嘢嘛？你扮幸福，唔系真嘅。对唔住，我激嬲你。你唔愿意？你唔愿意噶？放心啦，对唔住。逼你的，俊，你唔好咁過分，係就 sorry， 唔係，唔係，我求你，我攰啦，你唞下啦，我求你講句真話俾我聽，我講清楚佢啦，我唔介意。俊啊，我哋嗰啲 puppy love 嚟嘅啫。唔該，你以後當我你阿嫂，尊重啲。今次大禍，細叔同老闆俾人捉咗，仲指佢救添。兩個鐘頭啦喎，牙刷蘇唔翻嚟噶啦！你因住龍五嚟打咗你一鑊啊！仆街啊你！龍五，我五條炮對住你啊！我驚佢唔嚟啊！真係俾你驚到，佢冇嚟。咁你仲有膽翻嚟？對唔住，各位觀眾，賭神。大佬啊，香港賭神真係長毛喎！我是賭神，请你给几分薄面我条女放了，不是请你放了我条女。你真是賭神？賭神哥，你不是说要跟球哥賭歪鋪，赢日放人，输日给一千万球哥的？賭色仔，我话事我下先。哇，三条六大晒啊，到你。哎，你都有六？你当我三岁细路仔啊？行啊！你是賭神啊嘛？你中意玩色，我就跟你玩色。请你放开你粗鲁的手啊！而家我敖色你买，一阵你敖色我买。唔玩啊，唔知玩乜好啊！我点知啊，大大老三四只大啊！啊中啊，中咗啊，中咗啊！到我哋啦，放我老豆先。放开佢。
如果你有啊，射一射我先，放佢先。揾第二煲。煲又系我。唔使惊，我好犀利嘅，买。我买大，买11点大啊！喂，呢煲唔算，佢都冇摇色。你话唔算唔算啊？开啊！啊，3:1。白痴仔啊！呢煲唔算，你都冇摇色，再嚟个。我买细，4、5、6。大佬，好邪喎！邪你老母，放细细佢。系，快放我啊！听唔到啊？放。仲未到我？你保到我，再嚟个。呢铺啊，你要估到点数啊，先至赢啊！买啊！1点。你讲多次。1点。3+4=1点。阿俊，你冇嘢嘛？大哥，我条命仔嚟噶，唔好教灰啊！1点。吓吓，仲有粒色咧？我记偷咗粒色，咁我咪偷粒色咯。佢究竟系边个？喺度诈傻扮懵。我谂佢唔系扮傻，佢真系傻。求下你放咗我，我唔玩啦，舅哥。你话唔玩唔玩啦？好。精神的确有啲问题，我初步判断佢系有妄想症同埋初级嘅精神病，但系暂时系无暴力倾向。啊！阿俊，你唔好踢人啦！仲你，对唔住医生。啊！阿俊啊，你唔好咁样啦！你做咩啫？我哋一定会医翻好你噶，你咪求喂啊！你做咩？我哋一定医翻啊！你喂，佢点啊，医生？初步檢查佢精神的確有啲問題。條衰仔真係癲咗。我喺度諗緊佢究竟係咪真係癲咗？咁樣仲唔係癲咗啊？咩盤哥咩無求嘅？小心使得萬年船啊，賭神先生。而家你要面對嘅係另外一個大挑戰。呢單嘢如果有手尾，肯定對嗰邊有影響。我上個月去拉斯維加斯都不知幾受歡迎，轉頭要搞個咩國際賭神大賽。都唔知佢玩咩，玩政治咯。賭場同賭場之間係有好多利益衝突噶嘛。承認一個亞洲人做賭神 ，God of Gambler， 啲鬼佬邊仲有面啊？同啲鬼佬賭我一樣會贏。係啊，不過如果阿高俊係扮傻，喺國際賭神大賽裏邊出現，你有冇把握會贏佢？出嚟！放手啊！你喺度偷聽咩啊？冇啊，我啱行過咋。講大話！放手啊！放手啊！對手好似 BB 咁幼嫩，輕輕攣一下就好痛噶啦，係嘛？同你講啊，你做得我老婆應該向住我。如果你諗三諗四，你知道會有咩後果啊？你要高俊参加赌神大赛，我谂住买马婆间屋都要帮佢噶啦。你而家叫佢去，咪斩害佢。谂个办法啦。
參加賭神大賽，有地區代表先可以去。冇喎，咁點啊？救命啊！唔好走啊你！班鬼佬捉咗高俊啊！你真系冇用噶，一定系高傲做噶。我哋系报警。我听日过澳门，对方如果杀佢，今时唔会捉佢。国际赌神大赛听日澳门开记者招待会。咁我哋去澳门揾高傲咯。我唔会放过害我朋友嘅人。各位新闻界嘅朋友，请停止侍应好吗？因为呢个大会规矩。各位。今日國際賭神大賽記者招待會現在正式開始。雖然澳洲和韓國代表還未到，但我看我們沒辦法再等下去了。現在我們歡迎賭神高傲先生，同時宣布大會正式開始。我唔知道你讲紧咩噃，你唔该你唔好动，做咩啊？想打人啊？阿仔，呢个文明社会动口不动手啊！我就插你个下流贱格无厘老土，有爷生无乸教嘅社会人渣。我邓你老母收家三合班搞嘅生嚟生骨大头冚家七，做咩啊？你闹我？各位，澳洲代表到了，欢迎你。对不住，我迟到了。你是 David Cohen？我是上次因伤而退出的高进，而家我好翻，我接受澳洲黄金海岸邀请参加今次的比赛。今次我不会再令大家失望。高进，你冇事就好啦。我不嬲都冇事，不过他哋一直用一架 FBI 专用的高科技情报车监视住我哋。阿兄，如果不是我一直扮傻，我哋点会咁安乐到今日？你连我都呃埋啊！不会了，一切都不会再。原来我哋一路都被人监视，咁你点同澳洲赌场嗰啲人联络啊？用最原始嘅方法写信，由头到尾都写信。点解我唔知嘅？我好多嘢都唔知噶。由而家开始，每一样嘢我都要知道，知唔知道？尽量啊。唔得，要知道。喂，咁呢间屋安唔安全噶？澳洲赌场嗰边安排俾我噶，谂住今晚俾我瞓好啲。咁你听日有冇信心啊？高傲同埋菲律宾 Tony 系一流嘅高手，但我最担心嘅，甚至近能仲有啲咩绝招未教我。我想冇噶啦，冇啊！仲弊，我太明白佢。如果天下祷告，佢冇信心赢我嘅，佢今晚就搵人嚟杀我。近生，我哋可以行动未？豺狼，半夜点半钟系一个正常人生理上面最想瞓觉嘅时候，到时先喐手，三分钟之内解决所有人。系。你在越南的时候跟龙五交过手，应该很熟悉他。龙五被他走了，他今晚不会那么好彩的。小心使得万年船。Yeah!
人嘅。咁我咪安全咯，都唔使分房瞓。廚房喺二樓轉角嗰度，雪櫃裏邊有燒鵝，如果你唔想食咧，就攞微波爐叮熱佢啦。六五而家喺廁所度沖緊涼，佢好瀨啡嘅，水周圍都係，你小心跣親啦。總之你企嚟啲得噶啦，我都做 part time， 我唔關我事，我乜都唔知噶。你放我走啊，大佬！再大聲啊你！左輪打攣咗你，拜拿，近拜年啦。高俊龙，你哋有本事咪出嚟救佢咯！我数三声，你哋再唔出嚟，我就推佢落去。一、二，等等，九钟啦，放唔低你一定输。
我想见佢。细亲，我嚟咗啦。医生话脊椎骨永久伤残，好翻嘅机会等于系零。细亲，我只系听到我讲嘢，佢哋害成你咁，我唔会放过佢哋。我知道。你好似困住个箱入边，又黑又喐唔到。呢啲嘅箱永远打唔开，我唔想见你咁样。我话过一定会立不切头，虽然你而家睇唔到，但我应承过你嘅嘢，一定会做。国际赌神大赛是由澳洲代表高俊、澳门的代表高傲、韩国的代表金一豪、美国的代表 Tim Nelson、 菲律宾的代表 Tony Marano、 欧洲的代表 Perez Sadi 六位比赛，注码无上限，下限为500万美元。啤牌是德国一间赌具厂的特别订造，绝无可能伪冒，因为每一副啤牌的花纹都不会相同，每完一铺副牌都会马上消灭，没有作弊的机会。为了不骚扰各位选手，除了必要的大会成员之外，每位参赛者只可以带三个人入来比赛，以36铺之内定输赢。高生，欢迎你，所有人来了，请入边坐。Sorry, sorry.
昨晚的事我很难过，但我相信赌完之后你会更加难过。哎，仲有，我真的很想跟你说，要立这个头是非常之难睇。俊啊，我都有想跟你说。迟啲先讲。很紧要的。兄。现在比赛开始。今晚你就坐喺阿俊后边。其实佢一向都有一个好坏嘅习惯，就系中意屈起只牌角嚟提牌。我留意咗佢好耐都冇矫正佢，就惊佢有人会反。起底三十万，唔系唔系，做二十铺佢都唔去，唔通真系打凤凰劈无宝不落？二百万。而家先喐手，遲唔遲啲啊？佢哋三家大部分嘅錢都落咗落我袋嗰度，就算我好似你頭先咁衰仔，鋪鋪都唔去啊！我贏硬你啊！你係賭神嚟噶嘛？點可以做衰仔？有陣時衰一次半次都唔虧噶，我唔去。你讲啦，我系赌神，唔好话我唔俾机会，一百万。我跟。我跟。呢次我话事，五百万。五百万想问我只烟啊？边有咁便宜啊？五百万抵一千万，你去嘅就一千五百万。你都话我喐手迟，唔去我都去啦。我跟。啲澳洲佬好多钱咩？一对二跟人一对倾，你三条二嘅带埋佢一笨。O K， 我跟，一千万。
唔好意思，真系俾你讲中咗三条鱼添，冇法子啊，晒冷。晒冷，三条鱼大晒咩？我跟，我菲律宾佬大把钱，一对金跟你三条鱼。赌神，赌你。佢底牌系红心十，高进三条二铺面，条宾佬咁都跟，一定系三条鲸，啲铺去唔过。阿敖，今晚我攞呢条手巾仔出嚟，即系叫你去尽，千祈唔好怀疑，我已经有绝招对付阿俊。咩绝招？到时自然会知。总之我一掹手巾仔出嚟，你就唔可以自作主张。既然大家咁高兴，搏大堆咯，花食三条噶，跟啦。唔好意思，同花顺面，我话事。你条友仔都冇晒钱啦，你铺剩翻我同你啫喎。唔得，要俾个机会人噶嘛。嗱，你问下啲澳洲佬肯唔肯加码？我后边大概有$30,000，有权呢铺就可以扫起我。我要求封牌。两条契弟都黐线嘅。高俊先生，你有冇新嘅駐馬投入？澳洲呢邊冇準備額外嘅錢俾我。我有。你傻咗啊？你做咩嚟？阿俊，我頭先想同你講嘅就係呢件事。高傲，我受夠你啦！我帶曬我所有積蓄嚟，就係等呢一鋪牌。呢度係$30,000銀行本票，我支持高俊。俊，你唔使理我，呢$30,000我嚟支持你，我唔会再忍佢。我有分数，你快先。唔该，check张本票。高俊你好嘢，你勾我老婆，你唔使讲埋啲咁嘅嘢。你我之间恩恩怨怨，今日应该有个了断。好。嗯 ，OK， 将本票有效，开封。今日我要攞翻一切本来属于我嘅嘢，$30,000，睇你台面，睇晒台面，冇咁简单。高俊，你勾我老婆，我要用呢铺牌买你对手，边个输咗就自己斩双手落嚟，使唔使去到咁尽？因为我哋嘅恩怨今日解决啊嘛，我点会仲俾机会你翻嚟揾我报仇啊？曹本田，大会容许咁嘅事情发生？你哋私人嘅恩怨，大会冇意思干预。我唔同你两个一齐癫啊！我留翻双手揸波好过，你至少都一条花啦，我三条鲸都费事去啊！点啊？好胆啊？好，你逼我，我跟。快快見我！你冇可能紅心心，依個隻牌。
估唔到上次赢赌神带咗一副乜牌，呢次一副乜牌？各位，花笋。点解唔系红心十噶？点解唔系红心十噶？根能，你叫阿兄换咗我同高我两只底牌，呢招的确好绝。但可惜，当我第一眼见到阿兄嘅时候，佢嘅眼神同以前完全唔同晒。佢变咗心，一个变心嘅女人乜都做得出。我系专登俾佢换走我副底牌嘅。你叫神眼猪老狗喺后边装我副牌，你估我唔知咩？佢装嘅。即系生活嘅戒指入边啲牌角啫，我底牌唔系红心十，系一只梅花三。呢一招就系一直唔肯教我嘅遇强则屈借花剑。今日我用只梅花三孝敬你老人家。你出老千，裁判佢出老千。裁判，我咁做法只系有人先出老千先会中我计，咁样算唔算犯规？唔算，咁即系点啊？吓，人哋三条鱼，你一只烟，梗系三条鱼赢啦！三条鱼都有得赢 ，Holy shit！ 欠债还钱，欠手还手，攞副牌。阿哥，救我，我唔可以冇咗对手啊！而家都唔明，喺佢心目中冇晒利用价值嘅，佢系唔会救。你咬我！好奇怪，点会变一支真唇膏咧？你上次有两支唇膏枪，用咗一支，今次你一定带埋呢支嚟。宋阿祖会人帮你换咗，小心驶得万年船，睇怕今次你搭沉船。本席而家宣布。世界賭場聯盟承認的國際賭神是高進先生。由那天開始就好少人見到高進，以後陸續有人跟我講高進的傳奇故事，又說他收了兩個徒弟刀仔和星仔，還有人說見到他跟世妻一起離破爾出現。至於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了。你唔带翻我过去啊？系啊，上个月我拉斯维加斯都不知啦啦啦啦。中途中途，书静执毛，翻到。日日买高墙。好孩子。